Hello， 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呆呆为大家带来的熔岩空岛。看我的身上盔甲是不是闪闪发光？对的，没错。上一次我们击杀了精英僵尸王，从他的身上我们获取了这套盔甲，不过还没有收集完全。这一次呢，我们将会继续探索其他的空岛。下面呢，我们已经看到了有一个沙漠空岛，离我们还是比较远的。这一次呢，我要穿上我的鞘翅。好的，穿上我们的鞘翅之后呢，我打算直接飞到这个沙漠岛，看看上面有什么东西没有。一二三，走。好的。好的，我们终于是平稳落地。这边呢有一个幸运方块，先把它给撸掉再说。是一个红石，好像并不是很珍贵啊。这下面，哎呀，是岩浆，幸亏我们没有掉下去啊。这里还有刷怪龙，不过不用担心，他们应该刷不出什么怪来。好的，这下面都是洞口啊，还是哎，这边好像有一个箱子啊，我们把它打开。两个幸运方块，一个附魔书，两个熔岩浮石，还有一把石剑。这是西瓜种子啊，全都拿着。这两个幸运方块我们在这里来给它撸了啊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好东西。撸掉木板，撸掉，哇，熔岩浮石。现在我们一共收集十个了啊，现在还差了十五个，我没关系呀。又有两个幸运方块，来来来，在这里一一打开。什么呢？哟，这是一把什么武器？残破的烈焰圣剑。我的天哪，这么牛的，我这把武器也太酷了吧。好像只能投掷，是不是？投掷伤害。这里还有一个幸运方块，撸掉。又是红石，好像并没有什么价值呀。嗯，这里沙漠岛已经，哎呀，我还以为探索完了呢，谁知道这下面还有一个。呀呵，这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啊，那我们就直接上去了。这边幸运方块又刷新出来了。好的，给了我一些铁矿。现在我们去哪里呢？其他的岛屿好像还都没有刷新出来。嗯，上一次我们去的这个精英僵尸岛，然后呢，我们用这个末影珍珠啊，直接过去就可以了。一二三，走你。好的，我们是安全的过来了啊。然后用我们的这个烈焰圣剑啊，把这个精英僵尸给打死。去哪了？好像还没有刷新出来，是不是？撸掉，这个是附魔之瓶。好的，不客气了，就先收着了。哎呀呀，没想到在这里啊！拿起我的烈焰圣剑，啊啊！哎，没了。哦，在这里啊！我还就说，怎么可能会没了呢？对不对？来来来。再来一剑，我打！哎呀，两下就死掉了。哎，这怎么没掉盔甲嘞？真是气死我了！现在我们去那边一个小小的岛屿吧，感觉那边应该有什么东西吧？我们也没有去过啊。哎呦，没想到这下面竟然有钻石矿，看到了没有？这个可以啊，不过不好拿呀。算了算了，我们直接按一下这个传送就可以回家了。然后那边的小岛在哪里啊？在这里是吧？好的，然后我们用鞘翅的话不一定能够飞过去啊。嗯，用这个末影珍珠吧，我们直接先飞到这个岛屿上面。好的，先过来把这个给它撸掉。诶，什么东西都没有吗？好的，我们先过来。哇，这个太小了吧，
我不一定能够扔过去啊，来试试啊，一二三，走你！哎呀呀呀，哇，我扔的也太准了吧！撸掉，好的，蛋糕，这边还有一个箱子，宝藏密码二二，宝藏密码二二，好的，我们先拿着啊。终于是知道了一个密码，不知道有什么用啊，附魔书。铁锭，好的，我们的箱子里面的东西啊已经满了啊。这边呢还有一个大西瓜，大西瓜撸了吧。坏了坏了，拿不了了，扔点东西吧，这两个沙子就不要了。哎，哦，我就说刚刚两个绵羊去哪里了。来来来，这两个绵羊我们要做一把剪刀，这把剪刀，然后剪一点羊毛，到晚上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睡觉了啊。我还就说没有床怎么睡觉呢。哎，现在是终于，哎呀，拿不了了，把这个糖扔了吧，要糖没用啊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是大功告成，就可以美滋滋的回家了。